堂官世代抵御妖族，关内百姓和妖魔不共戴天。虽然我严令在陈塘关不得提魔丸二字，但百姓对战始终相当抵触。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，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。妖怪，滚回家去！哪吒离开此屋半步，就是想把我关到死为止。可能这就是扎儿的命吧。别挣扎了，这是命中注定。去你的鸟命！让你们再胡说八道！他们把我当妖怪，我就当妖怪给他们瞧瞧。急急如日。命运不共，就和你斗到底。